那要不咱找个地方吹吹空调去？流氓，是不是房对不对？咱都给你准备好，咱家条件啥的都不差。不是，我冒昧的问一下二位都市丽人啊，你俩到底是谁来相亲的？哎呀妈呀，我姑娘还能是我呀？我这哪岁数了？你可真能整。阿姨，其实追求真爱永远不晚嘛。小伙子，你可说错了，没有人永远28岁，但是永远有人28岁。阿姨，你别老整那个烧我 CPU 的词儿呗，我上学少。不是，那就打直球呗，那你就说说条件吧。我没啥条件。不是，我不是说的你对我没有什么条件，是你什么条件？是，我说我没啥条件。你靠什么谋生？啊，那个之前做咨询业务，最近刚失业了，大环境不好。哎妈，对缝呢？那你要这么说，反正也没啥毛病。哎呀，你别撕吧，你整两句。哎呀妈呀，我这天老忙了，我跟你搁这打嘻哈玩呢，还你开玩笑，你脸素点吧你。你就说说吧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其实阿姨我也没什么别的想法，我就是有一点我不太喜欢妈宝女。妈啊，那我明白了，那我这有点那啥的，不到身体了，你俩聊啊，就是干啥我都结完了。哎，好的，你俩聊点啥呀，美女？咱俩不合适。不是，我这是相亲极速版的，还是我征信不好啊？你夸就给我拒了。情况不一样，我是我妈逼我来的。啊。哎，我能说也不能说啊。啊，那明白了，炫吧。我不吃了，你妈的旋风筷子铲车嘴，一筷子下去，一半菜没了，我吃啥呀？我一会儿不会算你上面子。你怎么说话呢？那，哎，是不好意思，天太热了。热就容易说话，那要不咱找个地方吹吹空调去？流氓！